接下来第二个单元，我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有关吉他的调音。当你购买了一把新的吉他，或者是你有一把很久没有弹过的吉他，一个没有到过的小岛，哎，伙伴们，一起去冒险吧！当然啊，走吧走吧。哎，前面好像有个丛林耶，那我们去看看丛林里有什么。我常常来厨房的说，哈哈哈。那你们知道厨房里有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